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哥哈。来，我们又到宠物市场了，看人挺多的哈，人山人海的。来，我们到宠物市场来盘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狗狗。来来来，这里有一个法牛，哎呦，这法牛不能，脸上有点凯背了，不是？哦，有一点凯背，尾巴呢？啊，我没有尾巴能唱的，拉着尾巴的尾巴唱，那尾巴能唱多少钱？尾巴能唱？啊，这样人都便宜我的，多少钱？1200。那尾巴那么长，你拿去我看看，老人家。哎呦，拉就是尾巴缺点，头斑挂白了，就是脸上开的白，这是奶油色的，体型也不是小方体的，1200。这样的，这样的500块钱能拿吧？老人家，啊，那尾巴太长了，尾巴太长了，五百能拿我给拿多，啊啊。尾巴短一点的，1700卖的。对，尾巴短一点，哦，那一个1700卖的是吧？三个给你上5000，给你一个小方体的。哎呀，这个尾巴太长了，你看尾巴那长呀，你看尾巴那么长呀，尾巴太长了。你最低多少？最低多少？最低多少？啊？还能少呗？我给你500没少，给你啊。卖1500，那不买完再看看，不买完再看看。这里，哎呦，这里有两个，这两个黑的，全黑的呗，这都是。这样疫苗做完了？对，不是做两针。做两针了，这不是小体的，要不算标体的。嗯，哎呦，尾巴也不弄了，尾巴都是内罗斯，漂亮。这尾巴都是内罗斯的，你看尾巴都是内罗斯的，两公的母了。两个是公的母的，一公一母。头斑吧，你看头斑，看一下头斑哈。这个，疫苗做完了哈，得有两个多月吧？两个多月了。两个多月了，做了两针疫苗哈。这样的多少钱？1500。对，这样看哈，头斑挺大的，1500。要1500哈，挺漂亮的。挺漂亮的，因为这样的好养了哈，月份又得大了，看一下，还不到3个月哈，做了两针疫苗，挺实在的啊，帅哥挺实在的，做两针疫苗，尾巴都是内罗斯，看一下，尾巴没有尾巴哈，尾巴非常漂亮，看一下尾巴非常漂亮，尾巴非常漂亮，咦，再看一下，咦，你看，那小1500，那这少了咱们啊。便宜的稍微便宜点，便宜不多，这帅哥挺实在的。对，最低多少？你给我说一下，一个价。1000。最少。哟，这一点，你这一点便宜了300了，还不让了？要实在。500块钱行吗？再给加100-600。那不中。最低，给我说个最低。就这个价。1200是吧？1200。先放里边吧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别的，再看一下最低1200。这个尾巴哈，头板，你看一下这个头板哈，头板稍微有一点刺哈，头板稍微刺一点，不过它这个尾巴还可以哈，做了两针疫苗，耳朵都自然裂了。来到那边再逛一下，看一下，还是看看这个蓝牛吧。来，这个蓝牛，行，你少了买不啊？这个蓝牛，因为尾巴也是内螺丝哈，这个尾巴也是内螺丝的。头板不行啊，头板小，就像刚才看的那黑牛一样，头板小，知道吧？这蓝牛要头板大了漂亮了，头板大了就漂亮了，尾巴也漂亮，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头板。你在这个最低多少？最低多少？你再便宜点吧，2400。头板不值啊？2600。你这头板不行，头板太小了。喂了，这不要喂了，不要卖了吧？小孩不要喂了，这头板太小了呀，你这头有点小。我没少给你，给你1000块钱还不行，还不卖？1000块钱行吗？我得加200，你看我想想吧，1200行吧？啊？2400，还是1400？最低2400，那不了，俺再看看。蓝牛这颜色，尾巴挺漂亮的，内螺丝。
这是那个脏东西，这是脏东西，赖屁，对，倒到锅里，一洗澡就干净了。就是头哈，你看头，它不是那种大背筋哈，不是那一种头冠一刀切，不是那一种头特别大的那一种感觉。最低2400，给他1200还不卖，咱再逛一下，再逛一下。你买完你不买我走了。1200，1200，不行，走了。